师傅刚刚用非常善巧方便，用现在科学的一种概念来解释，我们佛经一个很高深的道理，就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这个令大家都非常明白易晓。那再请教师傅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印光祖师啊，他提倡敦伦敬奋，老实念佛。那这两句，一句是敦伦敬奋，这好像是生活上的；老实念佛是在修持上的。那么这两句如何来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？祖师这两句话是教导真正念佛求生净土的同学，如果想在这一生成就，这两句话做到了，可以说是保证往生。这两句话就非常重要了。敦伦，敦是敦睦啊，伦是伦理，这是儒家所讲的。中国自古以来，我们的道统就是五伦十义。我们自古以来，社会的结构就靠这个维系，所以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，那三个早就没有了，都消失了，唯有中国到今天还存在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中国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文化道统啊，在支持，在维系它。这个道统就是伦常啊，伦是伦理，要敦睦伦理。伦理第一个就是讲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人的关系最密切的是夫妇、夫妻，夫妻生活在一个房间里啊。那同一个房间呢，这食啊，